七，你听得懂吗？中文系应该听得懂，我们讲的都是中文呢。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帮我们这个活动做最后的？好、啊，哎、欸，很勉强，很勉强。你不是这样子玩人，真的不是。我们没有要玩你啊。哎、欸，你这个不是，你先听我讲，你不在我们的规划之内，我们规划是他而已。对，那我们不要来了，我们就。你就是不要把自己的身价抬高，我没有抬高啊。那你载他抬高回家，你载他回家，拜托。没有，我们想要在这个嘉义这个地区可以，哎、欸，刚好有路过就可以。而且我真的不知道路啊，我只好找一个当头人啊，问一下啊。而且我们就刚好在大嘉义家具，他说他家在大嘉义家具后面，谁知道他一来是哎，我、欸哦、看到阿里山指标了，我知道了，对啊，好像就不需要他了。你看他笑得多，其实这整个都是他设，他设计的。怪他，打他快点，他 set up。对不起。打他快点。你是松啥？哪被剩下了？起码被。我们被剩哎、欸，这不被剩啊，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跟我们财经系会长拍照，你管我拍啊？对啊，去拍啊。哦，这样子玩人真的不是很好玩哦。不要无聊当有趣啊，是的确。对吧？不要当有趣、啊。你很尴尬吗？你通常当会长都很大气，都觉得这没什么，就跟这位社长是一样的，对吧？这个会长、张曾经也是副招的，对啊，对，多棒！这总招、这副招、这个，要不要吃麻辣？我还你赢到没麻辣呀？真的、哦？对啊，真假？加麦麻辣的，你买好多。